Hi, my name is Clay Wong. 今天又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拍片日常啊。那我们今天要来延续上一集的拍片日常，就是我们已经把我们的拍摄开箱影片的部分已经拍完了。那接下来就是一些灯光测试的部分。那我已经也做出了结果。那我们今天就要把我讲话这个部分，就是讲话我对镜头讲话这个部分把它拍完。然后我们要再拍一些商品的 B roll， 就是产品特写啊，还有产品一些功能设定之类的外观之类的。那灯光今天也是一样，就是用一个 600D 加上 F10 Fresnel 加上黑铝箔往天花板打，看起来就像这样子，就是一个柔和的顶光，就是跟昨天联系啦，就没有要改变灯光。那今天摄影机呢，我想说我们就定在一个机位就好，我们就直接对镜头讲话。那像是昨天我们一直换镜位，我觉得已经够丰富，今天我们要讲比较像是产品细节的部分，还有一些优缺点。那我想说我们就让镜头稳定下来，变成不要这么浮躁的感觉，让大家比较安定的感觉。那我想要让这些便宜的摄影灯，就是让观众一次就看到所有东西，所以我想说我们可以拿一支灯架，然后把所有摄影灯全部都架到同一支灯架上面。我们现在就来试试看。OK， 那我们就成功把所有我们要拍摄的灯全部放到同一支灯架。那一盏灯呢，我想说我可以直接把它挂在我脖子上，看起来蛮酷炫的。好了，那我们就可以直接开始拍片喽。OK， 那我们就拍完所有的自拍灯的分享影片啦。那最终的影片我会放在下方链接，有兴趣就去看一下。那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拍片日常分享影片。那当然喜欢这影片，按赞订阅频道，可以看更多的相关影片。那这里有一个全部的日常影片 playlist， make sure you check it out。My name is Kai Won, and I will see you guys next time. Bye bye.